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中国淘到的好物们。现在是夏天了 ，For your skin, I feel like sun protection is very important. 所以我淘到了，这是蕉下的渔夫帽。蕉下渔夫帽 UPF 50加，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8%。I love this color and it protects my whole face. 环绕式帽檐，加强侧脸防晒。无论怎么戴都很好看，而且很防晒，戴上感觉很轻很舒服，也不会影响发型。可爱又有用。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饰品品牌。This is very...versatile because it's simple yet elegant and you know I love pearls and you can do it two ways 你喜欢哪一种非常百搭下一个是 Giga Design 手表中国的设计师品牌上面镂空的设计很酷，很有未来感，可甜又可酷，还有长春花蓝和英粉两个配色，表带也很舒服，材质还防敏，大表盘显得手很细，我超级喜欢，你们也试试吧。最后一个是，它有很多味道，我喜欢这个果冻，啄一下，我最爱这个水蜜桃。捏更好吃，一打开就有蜜桃香，闻着就好吃。我超级喜欢这个果冻，有事没事就想嘬一下。包质又好吃又低卡，超级好吃，多吃也没有负担哦。大家有什么心仪的好物，也可以推荐给我。